片又出了轰轰烈烈的粉色系列，真是搞死我了，我就已经这么胖了，他还一直出东西，我已经3天没洗头了，没洗头的时候我就喷这个干洗法，没有，然后就有没有喷到黑糖膏了，没有啦，然后头发就很干耶，反正在屈臣氏就可以买到，然后很便宜的那种，超香的蜜糖玛奇朵浓情太妃糖，这个香甜蜂蜜，不知道为什么香甜蜂蜜要用这个盒子装，然后其他人都是这个袋子，我今天睡到中午才起床，每天我都睡到中午才起床，好废的人生哦，哦哦哦，很香哎，这味道好熟悉哦，有点像之前品客出的焦糖，就是韩国品客限定粉红色的口味，呼呼，嗯，好甜哦，可是它跟品客比就是单纯的只有甜味而已，比较没有层次，就是洋芋片上面有一层糖而已，太恶心了吧，我一片都吃不下了，不要再吃了啦，你睡你的觉啦，嗯，这个是太妃糖，哦，跟刚刚的味道好像一模一样，可是它的洋芋片是波浪形状的，跟刚刚的味道一模一样，那为什么要做两个可乐？叮叮叮叮叮叮！而且我本来打算买那个纯粹，最近不是出了新口味那个玫瑰奶茶，我怎么买都买不到，到处找都找不到。如果你知道哪一家店有的话，拜托跟我说。甜味比较没有那么重。我比较喜欢这种比较，就是通常这种包装的洋芋片通常都会比较厚一点，蜂蜜还好，没有很大啦，我很喜欢今天的口红，这个比较好吃一点，真的吗？其实也没有到好吃的，对啊，对，我有到好喝，你很好奇这些开锅的饼干明天会去哪里哦？当然是长青喵上班的时候呢，放屁！红宇老师会唱歌哦，你觉得我要像放火一样每天都拍减肥作战吗？拍减肥作战就不见得真的会变瘦啊。最近想要自己画贴图，不然现在来画一个试试给观众看看，大家行不行？